这个视频可能会比较无趣吧，因为就是刚开服，然后就是从开服，然后一直过新手任务，可能会比较无趣。如果想看的话，你就慢慢看吧，我就不讲解了。我看上期视频有人说我那个字幕就有很多错别字，那么我就改正一下，我就不更新，不填字幕了，好吗？最后就是看在我这么频繁的更新视频的份上，能不能给个三连和关注？好了，那我就到这里了，你们慢慢看好吗？哦，忘了说了，就是下期视频会出一个这些按键的功能说明的视频，如果想看的话就关注我，不迷路好吗？那么今天到这里了，哎，不是今天到这里了，是那么你们慢慢看，我先不解说了，拜拜。这马上就会出现，我得离开这儿。那边好像有个加油站，但愿里面是安全的，我可不想受伤。我需要武器和药品，加油站里也许能找到。谢了，老兄。那边的是变异者，要小心点。在这里受伤的话，就麻烦了。我需要抗体药剂，但愿这里还没有被拾荒者给掏空。是个空罐子。抗体药剂，它可以治疗初期的变异症状。赫米亚，谢谢你。这里有变异者，这些怪物简直没完没了。枪声会引来更多变异者，得赶快离开这儿。慢一点，放轻脚步。但愿变异者不会听到我。那边好像是个废车场，看上去很危险。可恶，这条路的前面全是变异者，只能去废车场里看看了。谢天谢地，手电还能亮。
这里面的变异者比我想象的还要多。谢天谢地，我有把好枪。这个火花塞看起来应该能用，那边是修理厂房，应该能找到我需要的工具。还需要一些汽油。这地方让我有不祥的预感，我得快点离开。这里不适合开动车辆，往前面走走吧。这样就能把变异者甩在后面，安全到达避难所了。这里是渡鸦避难所，如果还有其他任何幸存者，请回答我，我们的位置是……太好了，对讲机恢复通信了。渡鸦避难所，我记得这个地方，只要到达那里我就安全了。什么人？出示你的通行证。这是想要加入营地的新人，看起来状态不太好，体检的时候细致一些。
欢迎来到杜亚宾。你还活着？我是麦克。走，年轻人，别跑那么快。我这把老骨头可没有你的精力。看看这个地方，你能想象到这里最初只是一堆残垣断壁吗？我还记得很清楚呢。Ken、秀妍、Kathleen 是渡鸦小队建设了这一切。并赋予避难所新的意义。河边的农田和牧场曾经是一片荒地，是 Ken 带人找回了作物种子和家畜。主楼的信号塔和直升机，我不知道 Kathleen 花费了多少心思才让他们运作起来。他话很少，但很坚强。我们还有一所学校，是秀妍建立起来的。孩子们都很喜欢他。年轻人，今晚你就住在这里，相信我，你会爱上这屋子的。年轻人，什么？立刻带我过去。你看起来……没想到会在这……真高兴再次见到。我们又送走了很多伙伴，我当时在避……抱歉。没关系的，秀妍。秀妍让我去路口找到通讯员，应该是在那个方向。你就是一……距离爆发。现在的度。我是凯瑟琳。凯瑟琳说的对，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，我必须装备好自己。
出了避难所，欢迎光临。子弹已经足够了，接下来需要补充食物和水。想买点什么？欢迎你新朋友，凯恩队长正在呼叫你，请尽快前往指挥中心。看来老师今天凌晨，在抵达红谷哨所之前，我先为你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吧。相信你以后也会和他们打很多交道的。红谷哨所可是经常会发一些委托的。红谷哨所曾经是林地伐木场周边的一处木材加工厂，灾难爆发后，幸存的伐木工聚集在这里，他们依托丰富的木材资源修建了这个坚固的哨所。那里的人很擅长木材加工和建造，他们能够制造坚固的防御墙和建材，这些资源是毒鸦避难所建设的重要物资，也是抵御变异者的关键。但是在说实话，这次的行动还有能战斗的人在吗？大门要被攻破了，快来帮忙！变异者聚集过来了，支援，支援！感谢你的。
谢谢，谢谢。丹宁，炸弹，把诱饵炸弹给我。
劣势只能壮大。来这里也有段时间了，随时保持。不亲，随时保持警戒，藏在暗处的可不为了干。这里是秀妍，我已经到庄园了，你可以在这儿修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安全屋，快来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没有面粉，我手艺再好也变不出面包。随时保持警戒，藏在暗处的可不仅仅是野兽和变异者，随时保持警戒。这批作物长势不错，也许能。这块空地